这个就是，如果从社会学那个叫 Maslow，所以这个他只是把科学理论用很粗俗的话讲而已。像那陈明通说，如果只喂吃饱，跟猪狗禽兽有何差别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番话呢？这个就是，如果从社会学那个叫 Maslow，就是第一个要先生理需求嘛，就是要吃，就是要能够生理需求要先满足嘛，那再来是什么？再来是安全的需求嘛。再来是社会性的需求，然后再来是尊严的需求，最高是自我实现的需求，就是一层一层上去嘛。所以这个，他只是把科学理论用很粗俗的话讲而已。所以你认同他的这番话？不是啊，这不是认同啊，这个我蛮怎样，这都、就是也许在大学教授的讲话啊，有些都忘记了。他们面对的是不是学生了？有时候我们在关在研究室里面来讲，那当然是可以用那种语言的，就这样。